啊，而且咧，依家呢一个嘅大运咧，财运嚟嘅，但系咧自有系暗合嘅，即系佢暗合咗咧呢个大运咧都有啲水嘅 feature 好劲喺度。所以咧，虽然俾你有女，即系有个妻身喺度啦，但系咧，你竞争咧都系大啲嘅。哦，佢呢个大运系几时啊？12年到21年，即系今即系完咗咯喎大运、嗯，即系到今年。佢今年之后就转运噶啦。即系今年之后就另一个大运啦。但系而家呢个运系即系系咩运啊？你头先话呢个系财运啊嘛？劫财加财，劫财同埋财运，即系呢个大运其实系有钱嘅，有钱有钱系有钱有女嘅呢个大运，系咪啊？过嗰十年系咪啊？系咪有钱有女？过去啊，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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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过咗十年系啊，系啊，过咗十年系啊，系啊。咁但系唔好嘅，其实，嗯，其实系唔好嘅，竞争大，诶，混乱咯，所以咪话个竞争大，系一路拉扯之间，系啊，有钱同冇钱之间拉扯，又或者系喺关系上拉扯啦，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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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啱啊 ，OK。都是的，都是的，過去十年突然間會很無錢，突然間又會很有錢，即是錢是會來的，是不是？過去那十年，是不是？這個大運，錢是會來的。其實20年，20年，即是過去那20年，錢都是容易來的，錢和女都容易來的。但是hold不hold得住呢？但是他剛剛就說上年有事業的問題，有水年就這樣，是的，即是一撞中水就糟糕了，即是其實整個大運就是財運有的，但是撞中水年就糟糕了，沒錯，撞中水年就糟糕了，即是如果我早點知道的話，你如果早啲知嘅話，你要謹慎啲咯，謹慎啲啊，冇亂使。你早啲知就係，哦，咁咁就撲街啦。你預咗，譬如我哋會同你講，佢會同你講啦，佢會同你講話，如果邊一年冇運，邊一年會賴嘢，咁啊嗰其實唔一定係賴嘢嘅，只不過就係視乎佢都係睇翻你個人嘅決定做啲乜嘢。如果你喂你個運好撚閪，跟住然之後屌你老尾，你走去開，你只係成立個對沖基金嘅，咁你唔死嘅撲街，咁你死撚死鳩梗啦，係咪先？但係你話如果你知道嗰一年係會唔好運嘅，咁嗰一年保守啲，咁啊會碌過咗。即係做少啲冒險決定，係啦，做冒險決定，穩穩陣陣咁樣。咁又咁我真係冒險嘅，即係有即係最差嘅情況下，我係諗住。因為我唔知噶嘛，我唔知道會即係你諗住搏一搏，係啦，咁你都冇嘢衰啊，衰點啊？點知真係會再衰啲嘅？跟住我架單車唔係變摩托，嗰架單車支棍拮住咗。嗱，我哋八字咧有四條柱啦，四柱係啦，係啦，四條柱都係字形嘅，四條柱字形係啦，四柱字形係啦，唔理係話，喂，解下話喂。唉，字形又有张图嘅，字形有张图，即系有张 memes 图就专讲字形。字形咧，即系有个人踩单车，踩好地铁，佢就掹碌出嚟，插入去车度，嗰个就为之字形啦。字形系刑罚个刑啊，自己搞鸠自己就叫做字形。踩下单车攞碌棍插落自己个碌嗰度，跟住又扑个落街，诶，边捻个企鸠啊？屌你老母臭閪！嗰啲男人就系字形。唉，湿捻晒，咁你唔捻惊？咁你而家字形，一般人嚟讲即系字形咧。咩？佢话俾你四柱啊？四柱即系年月日时系年月日时就为之四柱，即系睇你嘅出生年月日时，天干地支嘅字啦。咁啊，天干地支嘅时辰就会构成咗一个呢个叫做八字嘅格局啦。如果有一个即系有个踩单车有六棍，咁咪即系有四六棍。咁你唔系喎？你好似忍者龟咁样，呢条又有，呢条又有，有乜嘢？你四支踩下入去，踩入去，唔系啊！佢四你有时踩好劲起上嚟，双棍前啊，双棍前啊，甚至乎你将四支棍串埋一齐，四支棍咁样又得咁样。咁即系字形啫咩意思？字形就系嗰个人咧，明明就冇嘢嘅，冇事冇干，佢啲捻样好捻烦恼咁捻样烦恼，成个王杰咁捻样烦恼就系话，我又唔需要烦恼，即系有个人坐喺度，咩叫字形？即系有个人坐喺度，佢就话：，唉，好捻肚饿，你食嘢，食咗饭要屙屎啊嘛！咁你呢啲人会觉得呢啲人唔系好捻字形啊？系咪先？唔系啊，佢同你讲，你有四条，唔系啊，你有四个字形，好肚饿啊！要拎筷子。睇完节目记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收睇最强频道，订阅热血时报。